大家好，现在给大家表演两个魔术。这有两个橡皮圈，非常普通的橡皮圈。我现在要把它这样穿了，两个交叉。好，如果说这样拉出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，是吧？但是我现在要把它变成可能，看好你的眼。完好无损的出来，对吧？好，现在第二个，这有一块硬币，这也是很普通的一块硬币。这有一支签名笔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观众，要是有现场观众的话，我可以让他在上面打记号和签名字都可以。我现在在上面写一个字，写一个全字。这硬币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我现在还需要一样东西，看了这个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像不像有点像飞碟？飞碟的是什么呢？在科幻片里面，它好像是可以吸东西的，是吧？哎，我的钱呢？我的硬币不见了，我有没有可能已经被它吸到里面去了呢？我现在也不知道。现在要把它打开，我想一定是被吸在里面，要不然我的硬币不可能不见，是吧？打开，哎，上面还有两个橡皮筋套住的我。还有一层，一样的，再小一点，打开，咦，还有个袋子，小的袋子，看好，这也是被套住的一个小袋子。刚才我们签过字的那一块硬币，有没有可能在这里面呢？这里面似乎是有东西，硬的、圆的，很像是硬币。如果是就是刚才那一块硬币的话，那我可以说我是一个魔术师，其实已经超过魔术师，可以说是魔法师，也不过分，是吧？好，我现在把它打开，一样有一个橡皮筋到处。小口袋真的是有一块硬币在里面，但是是不是刚才那一块就不好说，见证一下。来，真的就是刚才那一块硬币，我写过名字的硬币，千真万确。